好，这样啊，这个我这个代码呢，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小功能，就是我在演示的时候没有做完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啊不，比如说这个删除啊，独立删除这个功能，现在我把它加进去了啊，这是一个在图片上传，对，图片上传这个本来这里是什么呀？只能上传单个文件的，对吧？啊，现在可以上传多个文件了啊，这里就改成这样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代码啊，我怎么改的？对，我怎么改的？干了这么几个事情啊，这现在到今天为止啊，今天的这个7月2号的代码啊，我是这么改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有一个 base controller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之前继承过的是吧？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分页查询这一块啊，我把它提取出来了。因为分页这里呢可以做成通用，所以在我的这个 controller 里面是没有分页功能的。我把它抽取到了这个抽象的这里面，抽象的这个 controller 控制器里面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分页查询，因为在这个分页查询里面呢，实际上这一段代码怎么样，长得都一样，长得都一样，对不对？要传的都是这个参数，完了以后调用的都是配置这个函数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抽出来了，也就是说以后再开发的时候，这一块的分页就不用理会了。不用管了，对吧？啊，分页就不用做了啊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改动。然后这个批量上传这一块啊，批量上传是 upload control 了。批量上传这里呢是这样啊，我把这个参数呢改成了什么呀？job file 都还记得对不对？是为了给 job zone 做文件上传用的。完了以后，这个这里多了一个参数，这里是什么呀？multipart file，这是个数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是数主，因为你批量上传肯定上传这是数主嘛。那么我把这个名字改成了 edit files，这个就是给那个王 edit 用的，用来上传的。那么上来之后呢是这样，因为它这个 job file 和不，它这个 job zone 和这个王 edit 这两个人接收的返回的结果集是不一样的，长得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来判断你这个时候上传的是 job zone 还是这个王 edit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如果 job zone 不等于 none 的话，就代表是 job zone 上传，否则就是谁上传？哎，就王 edit 上传，反正就这两个嘛，是吧？啊，就处理这两个。好，然后呢，无论你是谁上传，我都要写到指定目录吧，也就有这个事情是通用的。实际上，写到指定目录改个文件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？是通用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通用的，所以怎么样？我封装了一个私有方法，叫什么呀？write file 写文件，写文件只需要什么呀？multipart file 和什么 request，对不对？还是一样的步骤，获取后缀名啊，放到文件里啊，写入啊，然后返回一个路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方法是不是通用的呀？对，通用回来之后，如果是 job zone 上传的，那么我返回的结果集就一个属性 file name，然后怎么样？调用写文件得到这个 file name 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是王 edit，它不是个数主吗？数主不就得便利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得便利。那么你便利它的话，是不是它需要的这个数据结果集是一个是 error number，一个是 data，这个 data 是一个数主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既然是一个数主的话，所以我在这里建了一个什么呀？list，我建了这么一个集合。然后呢，这个集合里只要往里放文件的名字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路径加名字就可以了。那么是不是 file names add 这个 write file 能得回来的这个结果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加到了这个结果集里，完了以后返回给前端，它就收到了，是吧？其实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一点点变化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是这个文件上传。OK，这时候到前台的这个单个上叫什么？单个删除，对不对？前端啊。前端这个单个这个删除，单个删除在这里，诶，没写啊，user list 的是吧？哦，这个忘记了，可能是啊，忘它。我们先看这个 category 这里啊，category 这里，嗯，category 这里的删除。注意啊，我在 app 里面封装了一个方法，叫什么呀？叫 delete single，删除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 content 这个啊 user list 这里这个删除，
是不是也是 delete single 啊？对的啊。然后但是上面不是有个批量删除吗？这个叫 delete multi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封装的啊。怎么封装的？首先我们的这个 controller 层 user controller 啊，比如说 user controller， 这里有一个 delete 方法，对不对？就这一个是吧？好，注意啊，我删除的时候，你无论是传一个还是传多个，我是不是调用的都是一个删除的方法呀？是的吧？因为我已经写好删除，我没必要为多个和一个分开来，是不是？我删多个删一个没有任何区别，所以这里的调用就会怎么样？直接调删除多个的这个后台的删除多个的这个方式啊。好，那么到前端之后，咱们的这个 app 里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变化在哪里。首先，我开放了两个方法出来，一个是删除单笔数据，一个是批量删除。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？handle delete 这个 single， 我传了三个参数，一个叫 URL， 一个叫 ID， 一个叫 message， 对吧？然后这里写了一句叫什么呀 ？if 非 message 等于 none， 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叫可选参数，可选参数。什么叫可选参数呢？就是URL 和 ID 是必须要传的，但 MSG 可以怎么样？不传。如果 MSG 在你调用的时候不传，会怎么样？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啊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 ？Undefined， 未定义，对不对？它会报 Undefined 未定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是不是就报错了呀？可是我为了某种目的，我为了什么呀？界面写代码的时候，不是写代码的时候，我为了它美观一点，我为了它美观一点怎么办？我把它做成可选参数。你没传，我就让它为 None。你传了，那你该怎么用怎么用。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调用起来的样子就长这样，就这个 handle 这个 delete single， 我们正常调用它的话，是不是我要传这个 URL ID 和 MSG， 是不是？那么我真正在调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因为 MSG 我有可能，因为我写里面写了一个通用的，我又不想传，对不对？通用的嘛，我有什么好传的呢？那我正常在调用的时候，是不是这里有一个 URL， 就是 HTTP 什么 localhost， 然后 ID 等于一，比如说啊 ，ID 等于一 ，message 就是这个确认删除吗？这句话是不是蛮通用的，对吧？那如果都是这句话的话，我是不是不想传这个参数，对吧？如果有额外特殊的，我想把它改掉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比如说真的确认删除吗？是不是就跟它不一样了吧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确认删除那句话是默认的通用的，那我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是不是我要传一个 none 进来，以确保 MSG 怎么样是被初始化过的，对不对？就防止它 undefined。 但是我在写代码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传个 none， 你看的难受不难受呢？对不对？难受吧啊！你写代码的时候你自己看的会难受，你看难受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不想传它，不传这个参数？那不传这个参数的话怎么办？我们这里就得用这句话啊，这就是可选参数意思。这句话就是判断这个参数在不在，这个参数不在，我是不是默认给它设置了 none？ 哎，就不用在外面设了，对吧？好，那如果这时候你有特殊想用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有特殊的语句的时候，你带进来，你带进来以后，这句话就判断的是什么呀？它在，它怎么办？不会设置为 none 吧？MSG 就有值了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可选参数。可选参数的好处就是什么？写代码的时候看上去更优雅，是不是？写代码的时候看上去更优雅。好，那 Java 里的Java 里怎么实现这个效果？ Java 里怎么实现这个效果？上面是 JS， 对不对？上面这是刚才那个是什么呀？ JS 的可选参数。现在 Java 里想实现同样的效果怎么办？用什么呀？那 JS 中的可选参数，对吧？就是 say hi， 比如说 say hi， 这是参数是 ID， 然后我通过这个 if 非 ID。等于 none， 这么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让这个 ID 这个参数可传可不传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吧？所以调用的时候就可以是 say hi， 比如说一，
也调用，也不报错，也可以什么呀 ？Say hi， 什么都不传，也不报错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能执行啊？好，那么现在就是 Java 中如何实现跟 JS 中同样的效果 ？Java 中的叫什么呀？叫可变参数，记想起来了吧？可变参数一样的 Say hi， 这里传什么呀 ？String 点点点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传可不传吧，哎，就能实现这个效果。但是唯一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可变参数只能放在参数的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只能放在参数的最后一格，因为其实它是个数主，是吧？它是个数主，这个数主只不过你不传，它数主为零呗，对吧？哎，也能实现怎么样相同的效果，是吧？而这种写法都是为了什么呀？使代码看上去更优雅一点，对吧？可读性怎么样更强一点？因为你一直传个 none 传个 none 很奇怪啊，对吧？啊，很怪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我去调用这个单个删除的时候，单个删除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样？我也要将 ID 放入数组中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之前写多选的时候，是不是写了一个这个 array 啊？那只不过我只会放一个进来而已嘛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我看我这个消息就是，你确定删除数据项吗？这是通用的，那么我有可能会有什么呀？不通用的吧，我就可以传，对不对？打开来，然后呢，调用 handle delete data 这么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异步删除，对的吧？和之前写的一样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批量删除，批量删除还是怎么样？去创建这个 ID array， 对吧？你看我这里也有 new， 对不对？都有 new 啊。好，完了以后就之前的那个东西。然后只不过多了一个，就是批量删除按钮的时候，我要确定那个复选框有没有勾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判断一下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看有相应的提示，其他是不是怎么样？都一样吧？都一样吧？哎，这样就怎么样？是不是通用了呀？两个方法调用的是同一个删除方法，实际上，对吧？啊，一个是传的是复选框带回来的，一个是直接把什么呀？那个按钮点击事件的叫什么 ID 带回来。这时候咱们再回到这个前端 category list 这里，那我这里的删除 app delete single， 你看我传了三个参数，一个是 URL， 一个是 ID， 一个是什么呀？特殊的提示，对不对？警告删除该数据会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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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样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个特殊的提示。再回到这个 user list， 再回到这个 user list， 这里删除同一个方法吧，传了URL 和 ID， 但是怎么样，没有传消息，是不是看上去就舒服很多？不然我得在这里传一个 no， 我得在这里传个 no， 是不是啊？就看着就很奇怪了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一个啊，这就是这个前端的一些变化，批量上传，这个单个删除，那么两个东西，是吧？啊，其他就没什么了。